荣誉室的事儿呢，是我犯浑，我向你道歉啊。昨天行动，你为什么那么拼，我心里呢也很清楚，是吧？而且你不计前嫌救了我的命，于私来说，我是非常感激的。于公，你这位女性指导员，你的表现那是有目共睹的，是应该获得大家的尊重，是不是？我想这也是。 你从机关到基层的主要目的，你放心，这功劳我张梦一是不会一个人占的。将来嘉奖令上不会少了你的名字。我这么说，你明白吧？消消气儿啊！我不生气了，都过去了。不是，你真的假的？真的。好，不生气就好。放心吧，嘉奖令上。 江涛两个字，一个都少不了。那我走了。啊。饿不？不饿。下面喝点水。不渴。书，下面看书，我读给你听。都不用，富强，我就想静静。 静静是谁呀？我让他来陪你啊！<笑>你听不出来这是个冷笑话吗？好笑吗？不好笑。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让你笑起来。巴特什么时候来？快了吧。 我要是跟你说声谢谢，你会觉得我假吗？用不着。我知道，你从来不把我当朋友，可能是讨厌我的性格，或者不喜欢我的为人。没关系，反正经过昨天的事情，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从小到大，我没几个交心的朋友，跟我玩的，不是因为怕我，就是因为我爸的钱。不过从今往后状况就不一样了，你因为我受了伤，遭了大罪。你要是想继续讨厌我，没关系，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不过大牛，我想告诉你，在我富强的心里面。 知恩图报，这点是肯定的。别人对我一分好，我愿意十倍、一百倍、一千倍的回报回去。好，大牛，这次你舍身救我，我不是，你是。如果不是你，现在躺在这儿就是我。富强，我告诉你。 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你因为我救了你，就拿我当兄弟。可你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你吗？为什么？因为，你就别管我为什么要救你，反正咱俩就当不成朋友。不是因为我讨厌你，是因为我一看见你我就讨厌我自己，我就。 富强，我就求你一件事，行吗？你说，只要我能办到，上刀山下火海。不用你上刀山下火海，你到底知不知道咱们成天在干嘛？你能不能睁大眼睛看看你生活的环境？这不是拍电影，是真的会流血会死人的。我求你以后不要再行动中逞能斗狠冲英雄了，行吗？富强，好，好，我真的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命，有没有胆子再救你。 你说的对，你说的对。这样，下一次换我救你，吃个苹果。
时候，每一个都洗了。嗯，还是弟弟好，我知道疼人，一点都不像你姐。我姐怎么了？你是不知道，你姐她现在整个就是一个恋爱中的法西斯，就为了看看张萌一点的破事儿，她无时无刻不在榨取我的剩余价值，她连觉都不让我睡，你说我能不困吗？简直太过分了！我姐怎么能为了一己私欲影响白衣天使的正常工作呢？啊！你的身上肩负着多少人命，希望她难道不知道吗？啊！你放心，我回头一定替你好好的批评她，气死我了！别二公说，我就是随口抱怨这么一句。你姐呢？她现在是铁树开花头一遭，难免来势汹汹。身为闺蜜呢，我特别能够理解，真的。还有最关键一点，你知道是什么吗？小李啊，这个是我弟弟刚才带过来的水果，你去给大家分一下，好不好？这边我先盯着。我都已经两个月没有交房租了，我还指着那间屋子遮风避雨呢。不就是房租吗？我包呢。我这人有三不原则：第一，不找有主的；第二，不找没钱的；第三，不找朋友圈里的。咱们俩都已经这么熟了，你懂的。我不懂。你不是想泡我吗？小姐，你想多了，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那说吧，你这个又送苹果呀，又交房租的，是有什么事啊？小姐，是这样的，一会儿呢我就先走了，我那受伤的战友，麻烦您多关照关照。你知道是哪一个的？就是那个喊你娘那个。小声点，你别黑我行不行？我对象还没有呢。合着你画了这么大一个饼，就是为了他呀？怎么是画饼呢？不就是房租吗？你放心，回头我立马替你拿我姐卡上。哎，我说你这个孩子，这话说的啊，弄得跟你二姐眼皮子多浅似的啊！你替我交房租，我就替你照顾他；你不替我交房租，我就虐死他，是不是？那不能够啊！小姐，您是刀子嘴豆腐心，对我们家大牛，那一定是如春风般温暖。春风一般温暖的只能是他吧，我呢只能尽我护士的本职，让他早日康复。完美，只要能早日康复就行，越早越好。要不然小姐，我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啊。子成啊，我发现你小子好像变了。变了？是变得更帅了吗？谢谢小姐。姐，找我们中队长。哦，不是。姐，我知道有些话不是我这个当弟弟该说的，可是我不说，觉得对不起你。什么话？我觉得你们俩不合适。我对他没有什么偏见，他这个人我谈不上喜欢，但也挑不出什么毛病，特别是在工作上。你见过他工作的状态，很敬业，很投入，很专注，很有感染力，对吗？可是你知道吗，越是一个优秀的消防员，可能越难以成为一个好老公，因为他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有些事情他真的顾不过来。你能接受这种不完整的幸福吗？谢谢你，富强，但这个问题还是留着问你以后的女朋友吧。我自己的幸福我说了算。带我进去找你们指导员。你找他干嘛？还东西。江涛，蒋涛，到。
就你没发言了，谈谈你的意见，怎么回事？老走神，想什么呢？ 我们已经商量好了。我觉得这次嘉奖，咱们漏了很重要的一个人。谁呀？赵伟光。成绩不错。可以啊。不过我要求你们每个人至少再给我提个5秒，因为平时训练必须刻苦，进了火场，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生命，明白吗？明白。 兄弟们，这一回老赵可给咱们这些合同工长脸了。对，要是他是当面分厂长，咱们几大位置在哪儿，那伙食还真不可能那么快就压制下来。对，班长威武！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但是有一点，我觉得咱们守的规矩，那不比县一守。但是待遇差太远了吧？这回可不一样了，这次大队怎么着也得给赵班长立上一功，对不对？对。哎呦，记上一功。 班长，小弟弟又给你请安喽！请什么安呢？我狗屁班长，我不稀罕当这个班长，你们还不知道我吗？对对对，不稀罕。我们赵班长那是凭真本事吃饭的，对不对，兄弟们？对。知道我们赵班长的爬梯基数是多少吗？2000米呢？2000米，6000多。班长威武！班长威武！赵伟光。 你看呢？咱俩比一比。我跟你比不着。说什么？我说，我跟你比不着。我他妈今天非要跟你比！放开！你不是很牛吗？你不是俯卧撑能做368个吗？来啊！不让我放开！我他妈就不放！ 我知道，咱们之前没有嘉奖合同制消防员的先例，但是凡事都有第一次，更何况上次的任务中他真的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那么多的现役官兵都没排上名，他一个合同工凭什么占用一个名额呢？公平的讲啊，从我在中队的时候，老赵的个人能力就特别突出，要不然大队长也不会点他带新兵嘛。但是我在想，一旦开了这个口，今天我们嘉奖了他，那明天。 别的合同制消防员也会提出同样的诉求，那我们能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呢？为什么不能？不管是现役消防兵还是合同制消防员，都是咱们消防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咱们为什么不能做到一碗水端平呢？这怎么端平？难道你要给他们晋升军官的机会？这不符合规定。就算升不了军官，但是至少我们得做到奖罚分明吧？咱们得把他们的职业发展空间考虑进去。 否则的话，他们老觉着我们就是消防队的打工仔，是吧？人家找不到那种职业的优越感，没什么前途可言，更找不到像咱们现役官兵一样的这种职业的成就感。您说呢？报告，进来。大队长，打起来了！谁跟谁呀？他们，你们快看看吧。 住手！这都是你打的呀？报告，我没想打。你还委屈了？ 我是特种兵退役，我要是真想打，他们一个也取不来。你牛，你真牛。看见了吧？啊，这就是你们嘴里边漏掉的那个能人，还嘉奖。统统关禁闭，一个少不了。报告，报什么告？闭嘴。孙班长没动手，他是劝架被误伤的。劝架能劝出一脸伤啊？他傻呀？
不够。孙班长人老实，他不会打的。血溅呢？是。这帮臭小子简直给我反了天了！消消气，犯不着。去，先喝口水啊！我说你们俩围着我干嘛？大队长，真的要关禁闭啊？废话，军令如山。我要不杀上这股歪风邪气，人心就散了。我说实话啊，我觉得今天这个事儿，它迟早是要发生的。我说你想说什么呀？他们之间的矛盾呢，其实很大程度上折射出现行体制和现实环境的冲突。你想想，一方面，咱们要需要这些合同制的消防员来弥补消防力量，但是，因为这个经费的限制啊，基础设施的限制啊，所以呢，我们又不得不仰仗招收大量的现役来作为补充啊，补充咱们装备质量的不足。但是，你要把他们放在一起去管理，那时间长了，他有比较啊，他有对比啊，心理一旦失衡，那矛盾就产生了嘛。够了，我承认你说的有一定道理。我还是那句话，现实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是是是，他们可以不来啊。也可以走啊，既然留在这儿，不管是现役的还是合同制，都得给我守规矩。较量的方法有很多种，打架斗狠在这个队伍里边那是最低能的表现，坚决不允许。对，所以关禁闭，必须关。那什么呢？我说有你什么事儿啊？那要是训练出勤就没人了，先关着。关多久要看他们表现，出来以后还得继续给我写检讨。我就不信缺了这几个臭小子，我特勤中队还转不了了。听清了吧？啊，听清了。还有什么要说的没有？出去吧。是。叶老师，你来找我究竟有什么事儿啊？怎么会在你那儿？我捡到了他。在哪儿捡到的？你不知道吗？我不知道，我都找他好几天了。你放心。除了扉页上你的名字和你写的一句话，里面的内容我一个字也没有看。老实说，我在发现他的时候我是很震惊的。我不明白为什么记录着你秘密的日记本会被放在那个地方。哪个地方？我在想，你是想借着这本日记本再向谁传递某种信号吗？还是说你们之间一直就进行着某种超越我想象的交流？我们？叶璐，你听我跟你解释，这本日记它的丢失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为什么会在你手上我也觉得很奇怪。你能告诉我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发现它的？不能，我只能告诉你不是我让他出现在那个地方的，但他的出现让我觉得非常的不安，所以我把他拿走了，甚至我想过要扔掉他。但是我最终选择来找你，是因为我宁愿相信这是一个阴差阳错的意外，并非人有意为之。同时，我希望你能保管好自己的秘密，不要再让这样的意外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以免对大家的生活都造成不必要的困扰。你觉得呢？明白。张梦一，她是我的一段情结，我想成为她的妻子。一定会的。能得到他身边朋友的祝福，我很开心。我跟张梦一算不上朋友，
但是我还是真心的祝福你。谢谢。应该说谢谢的人是我。啊，我不打扰你工作了，我先回去了。我送送你。姐，指导员，你们没事吧？我们能有什么事儿啊？对啊，我们能有什么事儿？没事就好。那我先回去了，江指导员。走了，富强。指导员，您的日记本是我放在中队长桌上的，我无意中看到了里面的内容。你说什么？我真的是无意的。我进您办公室的时候，它就那么掉在地上摊开着，我捡起来一看，刚好看到您写中队长去见我父母那一篇，我就全明白了。你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了您对中队长隐秘而复杂的情愫。你给我闭嘴！指导员，这真的很正常。您听我说，我上高中那会儿也暗恋过别人，当然我的暗恋要比您高调得多。我说这一点是希望您能明白，我非常了解您内心的挣扎与痛苦。指导员，我想帮您，就像您在荣誉室里帮我出头一样。第一眼见到你，我就觉得您特别的亲切。您是一个好女人，您应该得到您向往的爱和幸福。我让中队长看到您的日记，也是希望给大家一个公平选择的机会。当然，这里面夹杂了我一点点的私心，我实在不想看到中队长和我姐顺利的步入婚姻的殿堂。我一想到那张正气凛然的脸将来会是我的姐夫，我头都大了。所以指导员，相比起他们俩，我觉得还是您把中队长收了更合适。你能明白我的这一番苦心吗？那你明白我现在特别想弄死你。哼，你掐死我总比他掐死我强吧。哎，这个好，这张要了啊。我说你看着我干什么？今天在会议室英雄救美，替江涛解围的感觉怎么样啊？美就未必了，英雄那倒是。你说我要把这话告诉江涛，他会是什么反应啊？你死定了。哎，看你那副幸灾乐祸唯恐天下不乱的臭德行。哎，你属什么的？属狗。不，我看你属剑。我能有你剑？我哪剑了？当初死活不愿跟人江涛搭档，现在屁颠屁颠的帮人说话。我还告诉你了，这事儿就是搁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咱们特勤中队的指导员还是应该找一个男同志来当。女同志啊，毕竟有她的局限性。今天的会上，我不是冲着谁啊，我也不是为了帮谁。我是完全是为了公正的、客观的表达我个人的观点，而这个观点呢，恰好和他的不谋而合。你别给我打这个官腔。哎，让你承认你自己看走眼了，就这么难吗？我有没有看走眼，还且说呢。那你是希望你自己看走眼，还是不希望自己看走眼啊？我告诉你，朱磊，他真好。那天拍的素材挺多的，你帮忙挑一下，一块儿来看看吧。稍等，我要跟张梦一单独聊聊。啊，那行，那你们谈，挑好了告诉我一声啊。坐下谈吧。嘉奖张伟光的事儿，恐怕没戏了。大队长态度很坚决，你看过没有？
什么？你到底有没有看过？不是，你在说什么呀？我不清楚，有话直说嘛。那没事儿。啊，我想起来了，你说的是……你别误会。我没误会。我看完这个东西之后，我现在知道了，我知道你跟我生气的根本原因。不是，当然不是。我生气跟你看到的日记内容完全无关，他们只是我个人的回忆，我自己的情绪。对于今天的江涛和张梦一而言，他们是毫无意义的。你日记里有我？你不知道？我现在知道。哎，江涛。我没看过你的日记，我也不关心你日记里到底写的是什么。但是，江涛同志，我不希望你因为一本日记影响你的情绪。再也别出现今天在会上那种放空的状态了，好吗？我们特勤中队需要一个专业的指导员。如果说你反感我的情绪是被一尊雕塑操控的话，那么我觉得你首先应该做到，别被一本笔记本牵着你的情绪走，好吗？否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知道。好。啊，护士。请问有个叫牛奋进的病人住哪个病房啊？那个，您是？哦，我是他叔叔。哎呀，这不听说他受伤了，来看望一下，送些营养品什么的。对不起啊，先生，今天已经过了看病时间了。哦，哎呦，哎呀，美女啊，哎呀，我平时工作太忙了，来一趟不容易啊。美女，能不能通融一下，行吧？那您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哎呀，看望一下，送点营养品，顶多五分钟啊。那您去吧，就是对面那一间。哦，谢谢啊。太太车钥匙没有。哎呀，傅老板特地派我来看看你。另外，傅老板呢，想让我跟你交代一下。你战友呢？吃饭去了。你确定你都不要了？对。那好吧，我要是扔了，你可别后悔的找我要啊。不会的。哎，这种事儿呢，本来不应该我们护士来做，不过算了，我就帮你一次吧，下不为例啊。谢谢。早点休息吧。哎，欧姐，哼，终于肯管我叫姐了。说吧，什么事儿？就是我想问一下，我这个伤得多久能好？你别着急啊，伤筋动骨得一百天呢。才一百天？你说什么呢？没什么，没什么。那我出去了啊，你好好休息啊。好的。
谢谢。你脖子别乱动。嗯。有事还让林找我啊。嗯，好。交给他了，老板，把东西都交给他了，我把您的话也转告给他了，希望他好好养伤，尽快的回到消防队。哎呀，这有人看着都搞成这样，要是没有人看着，我真不敢想啊。老板，这个你不用担心，这次您奋进啊，舍命救了富强，富强对他的态度肯定有所改变了，啊，等他回去以后。总会想到办法，找到机会，劝说富强尽快的离开消防队。但愿吧。啊，老姚，富强那边千万别漏风，姚月那儿也不能说。哦，我知道。哦，老板，不过刚才那个……怎么了？哦，刚才那个护士很脸熟啊，好像是叶老师的朋友。小欧。哦，对对对，就是他，我们好像在富强的病房里见过一面，还不知道他认出我没有。嗯，老姚，回头你就别来了，免得节外生枝。哦哦，我知道，走吧。哎，哇，你这怎么这么多补品啊？啊，我刚给我妈买的。你妈不是在美国吗？那边保健品多了去了，她怎么还让你在国内买呀？这些都是珍贵的药材，美国哪有这个？班长，吃饭了。我已经不是你们班长了，你们先去吧。追问我日记本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他的反应吧，真的不像是装的。你都告诉他啦？当然没有。如果真的不是他放的，我希望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实在不希望张梦怡因为这个诡异的日记本跟他有任何私人层面的交集。他如果骗了你呢？那我至少也敲打了他，表明了我的态度啊。那张梦怡现在有什么动静呢？一切正常。小欧，你知道吗？昨天晚上梦怡给我打了半个多小时的电话，跟我讲了特别多消防队的事情。我觉得她正在带我慢慢的融入她的生活。漂亮，多谢夸奖。看来我这招险棋算是走对了。So beautiful。脚真是太舒服了，会飞吗？好软，好舒服、啊。姐姐，你站在我的沙发上呢，能不软吗？你真的不觉得好美吗？我真的好喜欢哦。小欧姐姐，你现在的这身行头呢，正好抵得上你俩月的房租，所以你能不喜欢吗？露露姐，我下个月发了工资，立马就把欠你的房租都还给你。那你吃什么？你再救济我几顿吧。左小欧，这双鞋你拿去先穿几天，就算滞大金了，好不好？
我现在说的不是生活费，不是房租，也不是滞纳金的问题，我说的是你的消费观。你干嘛非要这么卧薪尝胆的买奢侈品啊？你不累吗？我哪顾得上累呀、啊？你都不知道现在的白马王子有多势利啊！我要是不先整双水晶鞋给自己穿上，他们根本就发现不了美丽的我。你说我要是穿着这身行头到医院去的话，富强那个战友会不会多看我几眼？你想干嘛呀？我告诉你啊，人家小孩可比你小好几岁呢，还是你的病人，能有点职业道德吗？回头别让医院知道，给你开除了。我又没说我要对他下手。我呢，其实看他家庭条件还不错，又有一个开奔驰的叔叔，我就想着，他家亲戚里会不会有我的菜呢？你真的是没救了。哎呀，我得想想，这身衣服化个什么样的妆呢？你跳芭蕾呢，左小欧，怎么样？嗯，这个是我妈咪送给我的礼物 ，America 国际快递寄来的。哦，我忘了问你，好不好看啊？好看，谢谢。请问你找谁？请问一下，那个这儿有个叫赵伟刚的同志吗？有啊，他和我一个班一个中队的。您是嫂子吧？赵班长现在应该在操场上，您进去找他吧。行，那谢谢您啊。来，大叔，谢谢叔叔。谢谢叔叔。走了。大叔呢？我发现你这些战友真的是很不靠谱，我都说过多少遍了，白天的时候，房间门和窗户一定要尽量打开通风换气，避免细菌滋生，说了多少遍都记不住。不赖他们，记住了。来吧，先量个体温。我自己来。怎么了？怕痒。哎，你这几天感觉怎么样？挺好的。我又帮你去问过医生了啊，医生说好在你年轻，伤的又不是特别重，好好恢复的话，两个月应该就差不多了。之后带着颈托呢，下床行走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你高兴吧？那医生有没有说？说什么呀？怎么才能让我就晚点好？要不我明天再帮你问问。谢谢。时间差不多了。你今天这个要求挺特殊啊。尊敬的各位领导，今天我怀着十分愧疚的心情，从思想的深处做深刻的检讨。我没有认识到纪律的重要性，纪律是为了维护集体利益并保证工作进行而要求成员必须遵守的规章条文。经过首长及战友们的耐心帮助，这几天的禁闭处分已经让我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在这里我要向赵伟光同志郑重道歉。今后我将痛改前非，增强法纪观念，正当守法模范，绝不再犯这种抹黑集体的错误。请组织看我的实际行动。有力，是。赵伟光，到，到你了。是。
我穿上最帅的制服，神龙活虎，吸引了多少注目和仰慕，可见在线上怎么还有功夫炫酷。当我用上最快的速度呼啸奔赴，每次跑下个人生死荣辱，只想让危险就在我面前止步。这一身铁骨宛如云梯擎天柱，滚滚浓烟毒雾挡不住重新冲出，竭尽全力救护，劫难后的微笑才是幸福。这一腔热血不需要壮志鼓舞，烈火中的无助需要我义无反顾，只要你们平安，我和兄弟就会满足。这一腔热血不需要壮志鼓舞，中的无助需要我义无反顾，只要你们平安，我和兄弟就会满足。只要你们平安，我和兄弟就会满足。你们平安，我和兄弟就会满足。